好，我叫彭聪，我来自河南。我选择这款黄底彩条的 polo 衫的原因，是因为黄色是我的幸运色，我希望每天都特别幸运。我的兴趣爱好是表演。因为我觉得我的性格比较内向，所以我想学一些能表达自己的东西。我想拍很多的电视剧啊什么的。